来喽，又在继续爬山啦。今天爬容易啊，关紧的。又在爬了。爬容易啊，睡觉。继续爬。一口木。现在7:33。继续。一口木。没有人了哦，应该是搬家了啊，这个地方。啊，没有什么车，又没有什么人了。有人要爬吗？这边？像金门没 GPS 了 GPS 很江美的地方没有人爬，江美很难的、啊、可以玩山水，看下去可以泡温泉，有八级树了没有？应该这个没有八级吧，都有啊，这山水应该没有吧、啊、有两三次跑下来，水这样清洁哦，两三次跑下来，只要是被拔起树枝好，那从外面走进来这边准备上山已经4分钟，5分钟，6分钟了、啊全部裸体的、啊，这样子跑800多吧？我直接不可能全部裸体。来，继续上山了。5分钟开始，36海拔。哇，这个500。到第一个休息站啦。讲吗？这么就前面有一只这东西了。艺术，这要艺术啊！这不要砍掉哎、欸！艺术嘛，不真的。这条路要来哦，没有跟你这样好走哦。啊，如果讲这样的路800多，我要走几十。好、哦、上啊，这家好走，那可能给你家好走、啊、是好走哦，走要看情况啊，看路啊，就是高不高问题，哦、来了啊！哎呀，雪破了啊，能烤红了哦。
的前面力要用量多、哦。我能省就省了，能翻过来。脚软了啊！哦，开始慢慢斜了，这个有点多了。只是比较好踩一些，用绳子也是可以。借力助力，因为无拉了。没有拉了，要减了。脚要减了，不听话了。啊了，紧了脚紧了，要搬这个。啊，到达这边分岔路，好像是一般的路吧、哦，一般的路线，已经走了49分钟，354海拔，真猛，嗯、啊，不很快，一般的路程吧、哦，还有一般，还有一般的话应该还有450海拔、哦，现在350吗？要爬803吗？要增800呀？假八百，肯定是少营业啦。啊，这样的呢，不是没有力，而是挨捆了。应该啊，滚下去就精神了。挨捆了，啊，不是磨辣了，是磨辣弄啊，是睡觉弄啊，挨捆了。是。我不是一直上面还有下，下来上啊，我们很够力。够力来打算了。我很够力。现在下山，要继续上山。轻功啊，不是轻功，他讲 power skating 哦，拿这个都可以救人啊，不用拿刀了。因为软了吗？啊，这个树根很好开路，顶那个蜘蛛丝，范围很大、哦。挨捆。啊，顶顶着，无啦无啦，人家滚下山了，下面都是。他这边还有下山，不是上山咩？还没有来，等下后面的话是多险，我不敢看哦。整天这样的路哦，还要爬树。他们有对抗是很容易吧？啊，跟多的吧。哎呀，山梯上还软软的。我看你的树软软的。没有中的，这个字我踩着微摇，这样的路，嗯，哇、哦，越过线，哇、哦，好像爬了一般多路了，还1小时15分钟，还是300多海拔哦。应该最后应该是垂直了。
我的穿手套应该是不用紧啊。嗯，前面你的高度在你的脸就可以了。这样啊。嗯。就是当作是死人车的呀。哎，最怕是中年爸爸嘛，其他就还好。危险仔，这直不能过。打耳，啊，工丁哟。那工丁哟。这是什么东西哦？什么玩意？402海拔，1小时25分钟，已经走了75%的路程了，但是海拔在480了啦，都得的一般的很奇怪哦，难怪还有25%直接攻顶，直接爬楼梯，你们在坐立。哇，这个路好像全程上下上下上下，好像三四次哦。对，公尺度啊。对啊，要你不要打。腰啊。拍了。有了，拍空中蜘蛛网吗？不然，又在哪来？那、啊、走过这座山了啊。来、啊，这座山要上了哦。喂，走这么久还是300多了，对不对哦？还是我海拔已经有问题哦。早就有问题了。海拔46亿哦，路还300多。我这边375吧哦。哈哈哈！对，站后面是爽啊，爽透啊。啊，一直上坡了，要攻顶了。现在不可以摘葡萄、斩砍东西，不可以拔草，不可以点火，不可以拍照啊，还可以拍照吧？不可以丢垃圾。又到一个地方，1小时40分，500海拔。越来越紧了，打尿。没惊要搬家了，爬不动了。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爬不动了，爬不动了，哇，还让谁啊？上面直直的，看来要到顶了，630海拔了。哦，已经走了1小时57分钟，接近2小时了哦。爬的人真高，一个人都没有看到。你会升梯山呐、啊？没人爬咩？天气这么好。问你这个山都不。没人爬咩？不好爬咩？不好爬。走不好吗？是我们太小还是什么？太小啊！爬山的人那么多。难道这个爬只有我们两个人？我们两个比较蹊跷啊，这个级爬山吗？爬就对了嘛，上面吃垃圾啊。哇，变路跑死了。你前面还比较快哦。
要攻顶喽，快点喽！攻顶了，爽歪歪的。讲很多次了。讲才有动力嘛。我这边，这边好像草高过了肉。我不要过啊。糟糕了，鹿头鸡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攻顶了啊！哦，对哦，这个牌哦，攻顶了。啊！那、啊、攻顶就这样哦。唉，来，已经用了两个小时十一分钟。他写805海拔是真是假的嘞？手机的提示是744米吧？哦，703吧，啦，705，那这边有写，啊，这有写730海拔。哦，已经待到这边半个小时，吃饱啦，就要准备下山。上面待个半个小时，拍照打卡，吃东西，喝水，吃酒。吃饼干，喝酒，他吃饼干，啊，啊，拍拍一下风景啊，730海拔，爽歪歪啊！这样看过去哦，那边的方向哦，应该是神奇山呐、啊，飞过去，看不远，但是走应该是很远呐、啊，神奇山的顶啊，看上面有建筑物了，神奇山，那但是指着啊，那这个方向就是去神奇山了。这条路走进去，慢慢走，应该是走神奇山的啊。啊，这边的路不知道走去哪里哟、哦，又有一条，所以我们上来的就是这条，旁边，旁边的水坝，蝴蝶公园没上来。来，差不多了，10点30分，准备下山 ，Let's go。看你要下多久啊？看能不能一个小时半人到地形哦。能哦。哪里？哪边风景很美哦。喂，小心哦。喂，都乱勾啊。可以了，要快点。上来两个小时，下去看能不能一个小时半啊？因为上来有一直休息，一直停，很喘。下山就不用体力了。哦，我是很喜欢下山跑山的啊，很快啊，跑山的。Morning， 我以为没有人了。刚才咋来呀？咋唔播呢？我起诶落来呀。哦。起边大波唔正呢。唔是起那边，面顶也无啊，无起啊。无，忘了上面那条路。啊，对啊，上啊。嗯。差不多一搞啊，都播了。OK。我想全程无人个呀。无人。那 Morning。哇，下了。嗯，下了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OK。慢慢啊！问题你这个人没有慢慢的。
Morning, morning. Morning, morning. Hey, morning. Morning, morning. Oh, bên này kêu à? ฮะ跑跑跑跑跑跑 又来开恩 哎哟 本来给我穿哦，我这种的越野车的，不是根本就不是人跑啊，真的。总穿人乱跑，乱勾，乱踩，乱拉，一下子给我开哦。乱飞。通常应该是两三个月就换一双。这座山好像有上来再下，上来再下，上来再下三次。 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次了，它上了，心跳都要飘了，百气多了。唉，我已经下山了，下山了。你看刚才早上来的时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现在你看到人，很多人哦，在玩水，很多人现在，还是爬山就没有人了，全部都是玩水哦。 免费玩水，蛮多人下来的，看看这边的地方。现在已经有毛毛雨了，下雨毛毛雨，总共用了4个小时08分。 上山跟下山，如果是从上山到下山，才用了1个小时15分钟。上山刚才我们用了2个小时，下山比较快一点，我们用跑的关系，所以就完成解锁，就已经可以把你赶崩了。把人家崩了，哎呀，把你赶崩了。